泛舟真的是那些非洲人十年才会出蓝色，我这个人永远都。哒啦啦，把希望、梦想全部寄托在我最后一站，把我所有的能量都奉献在这个漂亮的巴卡龙。好一位，让我见到我的抽到有为止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抽一下，这是这个登场的干员吧。我听说超级超级强，然后引力要抽，不抽没朋友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猛在哪里好了，来看一下第一招，加工没问题，然后费用20费，然后是敬畏。第三招怎么那么中二？至高之术，攻击范围扩大，攻击力加 40%， 攻击速度加 16%， 远程攻击不再降低攻击力。第二次以后再使用时，啊？变为两倍，什么东西？这次进去先直接开，打越久我越强，所以我只要有办法开到第二轮，没人是我的对手。欸，那他知道范围多大？我听说很大，他范围多大？是不是跟那个远狙一样啊？哦，跟狙击一样嘛，3×3×4嘛。所以，因为我之前有听很多就是有先玩过的玩家，这次好像是被称为什么地面狙击，就是他虽然是近卫，但他好像学三技之后。玩起来就跟狙击一样，然后是可以放在地面的单位，这样不是等于我只要开第二次，我攻击力加 80%， 攻击速度加 32%， 然后可以丢地面单位，可打空可打地全部一起扁吗？这样听起来口干强欸。还有天赋，我看一下天赋是什么。天赋神经腐蚀，攻击时目标中毒3秒内受到125点法术伤害。第二招，如果2秒内没有主动攻击过，每秒回复最大生命 3.5% 的生命。那这是有办法自己丢一条路让他自己去砍吗？就是如果打的关卡难度没有到这么顶的话，没有到这么高的话，那感觉自己把他丢一条路，他就直接轰一轰，扫一扫之后没怪，放着补血继续砍。而且我跟你们讲一件很好笑的事情，那个时候这只角色要出的时候，因为阿云还一开始不知道他长怎样，我说：“阿云，下一只角色的男角很帅，你要抽吗？”他说：“长得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是个黑肉。”他说：“不要啊，我不喜欢黑肉。”不喜欢皮肤太黑的，不喜欢黑肉的角色，然后打开来，老公我要这只。好了，等等七点的时候再帮他运抽了。我今天应该蛮快就毕业了啦，这种蛮好抽啦，这种就是你六星两个里面就会有一只鸡翅。我猜我今天应该50抽内就可以毕业了。好了，出发了，新粉十次一波带走，来不及握手，谢谢各位。来给我那个男人。各位稍等一下啦，毕竟这个券是免费的，免费的其实能补到这个，免费的就还行啦，可以成为我们这个保底的粮食，保底的养分。新的安泽啦，这只有料吗？这只是什么动物啊？这只是猫猫哦，这是章鱼哦，真的我根本没看到尾巴真的是章鱼来咯各位。你有没有看到我这个漂亮的公式包？我跟你们讲啊，泛舟真的是那些非洲人十年才会出蓝色，我这个人永远都……我抽第一把，我也上去到Faker，我怎么打？我非洲人从 S 三就开始非洲，抽签抽出来 ，SKT 带走0-2结束。哒啦啦，来各位30该来了吧？干，我今天应该不用氪金吧？我今天应该不用氪金吧？第四十，今天应该不用了。之前有打 V 跟温蒂比较难抽，这次之前有两只要抽，这次只有一只，应该没问题吧？没事，不要紧张。我们六星没有来没关系，重点来的要对嘛，重点是鸡翅要来。正常来讲，50抽会有只六星，就应该不用跟各位介绍到另外一个功能了。就是其实翻斗有一个功能，就是你只要50抽没有得到六星干员，你的几率就会提升。今天应该不用介绍。还是我单抽十次啊！我单抽券超多62张，我要单抽十次。我最近单抽比较多，我最近10连都很垃圾啊。安泽拉，来41，我最近单抽比十连欧蛮多，最近玩任何游戏都单抽很有料，十抽很可笑。单手，来各位还有8，好不好？蓝蓝帮的各位，林鸭还在吗？林鸭应该还在吧，没问题吧？怎么偷来钱啊？我没有办法、啊，他当中就等于在那点啊！啊，我不点，我留着干嘛？这些迟早要点的、啊，这些东西就是要在最正确的时候把它拿出来用。通常这个我都是50抽以后会单抽了，就50抽之后把那个保底抽出来慢慢单抽。
はじめまして。蘭蘭班尼，天台越来越近了。蘭蘭班尼，有没有看到？スカベンジャーでは。这就是你们的颜色啊。哎，没有更惨了。どうも。哎，不可能吧？私はフェン。はじめまして。どう？好了，各位，海底捞月没问题吧？把希望、梦想全部寄托在我最后一张。好，这张要慢慢拉。啊，这张要慢慢拉。这张要保有决心，把我所有的能量都奉献在这个漂亮的。好啦，现在六星是不是几次了？好不好？下一张六星四吧，应该不会歪吧？50%呢？来了鸡翅，鸡翅，我，鸡翅，你出来一下，鸡翅，你去哪儿了？感觉怎么怪怪的？正常60抽内力哦，55，那你56。不可能吧？哎、欸，五六现在几趴了？现在六星十四趴了、欸，57，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5%？哎，不是啊，今天是怎样？正常他这个正常大概60抽内一定会出了，我正常55抽内就哎、欸，没法60啊，要来了啦。59，大将，どうも。60 OK 吧，各位，就跟你们讲，不可能这里还好。哎，好了，各位，60出货，来50/50的几率，50%的几率，来吧，那个男人，没错，给我那个地面狙击鸡翅，谢谢各位。自己紹介をしよう。好了，可以接受了，虽然有点飞，但至少没歪了。好的，现在来帮老婆把这个鸡翅十抽带走。阿云怎么传了一个怪怪的图给我？哎、欸，好骚、喔！来出发，阿云。哇，阿云你是鬼吧？哎、欸，那个接的完全没有任何的违和、欸，哎，那个接的完全没有任何的违和、欸，哎。接的有够好哎、欸，重点是大力颜色都把它染了。好了，我觉得我刚刚60啊。我们身为一个优秀的老公，就是要让老婆可以用更少的马力抽到想要的角色。第一个失恋，老婆来，让你看看我对你的感情。鸡翅是个暖男，我也是。真正的暖男就是永远都可以得到你想要的。阿云，下十连一定出，下十连一定。我跟大家讲一下，刚刚看了一下这个集市的剧情，发现他真的蛮暖的。然后得让阿云在现实中也感受到集市的暖，就由我来完成他的愿望。哎、欸，那个。右上角那个干员联络奖章是不是在告诉了我们？我们抽到六星了，没问题吧？谢谢暴雷，nice 啊！就跟你们说，30抽带走，谢谢右上暴雷，谢谢右上暴雷，怎么可能歪？那个应该是只有抽到新的角色了，来了蓝蓝班，准备领钱，谢谢大家，鸡翅带走。海底捞月地就跟你说30抽带走，这不是来了，他跟你好有缘呢，哎，那是肯定的，阿云，毕竟你都帮他穿新衣服了。你都帮他准备好新衣服了，他是当然会来的。来，阿云，请把你的老公领回去。那我先帮你换好不好？编队大王 ，OK。你说放到这里对不对？啊，不然你的名字帅哥，我不知道把谁给排毒啊，所以不如这个放我吧 ，OK 吧？好吧，阿云，放我吧，放我吧。